这次台铁局和义友网结合2023年迪士尼百年庆典盛事，打造环岛之星梦想号迪士尼主题列车，今日新装亮相，记者会正式发表，同时呈现四大全新亮点特色，带给旅客不同以往耳目一新的绝佳体验。台湾环岛之星不同于其他台湾观光车队，是唯一环绕全台的观光列车，以丰富好玩的车厢设施、宽敞舒适的座位空间，以及具有在地特色的餐饮服务，加上独特的游程规划，串联起台湾各地的旅游，搭配最低两人成行的销售模式，具备说走就走的弹性特色，让游客从上车一路玩到下车，宛如移动式的铁道乐园。今天真的很高兴，在这个年初有这么欢乐的气息，各位今年都会很欢乐，对不对？对。环岛之星几乎每天是绕着台湾在走，顺时针逆时针每天两辆，那已经载运多少的客人。那当然当我们面临到说在未来的这些年当中有四加三当中，我们有更大的压力，希望能够带给国人更多的感受，也当然希望在国门打开之后迎接更多的这个国际观光客来之前呢，我们给他的就是一个主题列车，而这主题列车谢谢迪士尼的授权。环岛之星以迪士尼百年庆典为主题，打造热闹欢愉的主题列车，列车外观采用迪士尼百年庆典专属的图案进行设计，首次以太空银的金属色调为基底，搭配幻彩炫光的色彩背景，呈现具有光泽感的效果，营造出满满的未来感与特色风格。在太空银和幻彩炫光的背景衬托下，更有画龙点睛的效果。一月底前搭乘列车的游客，完成车上打卡任务，还有机会获得环岛之星梦想号迪士尼主题列车首航纪念版的桌历。记者林杰综合报道。